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。这排位有什么不敢打？这排位打起来不乱杀？这不敢打排位吗？我能听到静的呼吸声。全军出击！什么时候走过来的呀？我当身射人心。什么时候走过来的呀？这逼！坏了坏了，给我干了2刀，这2刀给我砍的有点难受呀。弹弹弹，怕了没有？嗯。我靠，你疯了呀，哥们！妈的，2滴就抓！终有一日，是不是疯啊？是不是疯？展示我的真容！你来啊，乌龟！我都被抓成啥样了，你还搁那看戏？搞什么呀？抓成什么样了？我就问。句子多好，战力好友说什么？抓！我一直被抓，你在干嘛？你玩乌龟干嘛呀？妈的，不来的，一直抓我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对狂野的杰作情有独钟。来一下 boss。这不是，这不是 boss， 那他抓我七八步就不来 ，boss。只有演出会让我身处巅峰。先买贵的，把贵的先买。别怕，兄弟。逆境中单也好玩，逆境中单一枪流也好玩，也是乱杀的。妄想名扬天下。下把不行，下把我得换别的号了。这个段位能玩 AD 中单，段位高点玩不了 AD 中单，知道吧？我很纯粹，我的作品很纯粹。跑得过我呀，我打一个才是谎言，是面具。来嗅着芬芳吧。你的主张装。哎呀，一枪毙了你。想变了，诗句都不能与我的作品相配。我该为之气。
不菜的，这大人也不菜的。你看摆起来，我感觉也不菜的嘛。完了，这个抢了会怎么样？抢了，他们这是什么？会不会摆烂？我测试他，知道吧？我测试一下这个段位的极限在哪里，兄弟们！我就抢，我抢，我这个实验啊，实验一下。我的出发点是好的。这样你们以后打这个段位，你们就知道这个段位谁不能惹啊！乌龟明显能惹他。吃了他的这个啊和气，他不讲话的，你知道吧？乌龟明显能惹。我是热的青莲，就是在测试。我是我吃了你的河蟹，你不生气吗？杀也会绽放。跟打青铜，他们更是注重游戏的快乐，知道吧？他不管你抢不抢，但是更注重游戏快乐，是吧？也不说话，反正。不像那个钻一大师怨气这么重啊，发现没有？你钻一大枪，你钻一大师，你这样抢打野怪，包被喷了，绝对喷你。我禁不住他呀。他们会死。我没蓝了，没蓝了。子弹在膛，扳机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等我一下，这波乌龟再扛一下，我来了，无敌了我。灌篮，没毛病。演出的快感就是如此大的力量。成型了，兄弟们，成型了。
定住，还行吧，定他1.75秒。 4444，打杀线4个4，打杀线4个4，我无法抗拒。我的客户总是希望我有自己的表现。 拯救归归行动，我来顶住。想就死。 狠不狠，兄弟们？狠不狠？